彰化游击战，福星江攻守在，他地点好了。中国人快乐，谢谢，大家快乐，今天能帮的你哦。对对，还过一个饼。好，谢谢。来，饼哦，来，哎，来，机长，来，等一下，来拍个照，来。非常感谢我们彰化游击，见证的叶饼，还有我们动营慈善协会哈，见证大红包哈，来关怀我们福星乡的弱势，这些弱势单位哈，可以跟我们一样。有一个温暖快乐的中秋佳节，非常感谢东龙的满满的爱心，还有我们的彰化邮局关怀的爱心，谢谢。我们今天彰化邮局哈、配合我们这个福星乡公所哈、来将我们邮局的一个爱心哈、我们包括员工所募得的，跟我们协力厂商哈、所捐赠的月饼哈、我们这一次哈、来透过。福星乡公所哈、来捐助给我们的福星乡的弱势的人民跟这个边缘户哈、那希望哈、借助我们这一个小小的一个举动哈、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哈、能够感受到这一个温暖哈、那我们希望抛砖引玉哈、请社会大众哈、对于这些弱势团体，我们能够多多的来关怀。让他们能够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。总共652份，就是葫芦绣，葫芦绣三个乡镇，对，总共金额是652,000元，是一贯哈，维护社会福利，促进社会进步，为了结合社会各项资源，关怀社会弱势族群，所以才来今天才来见证这个中秋节礼金。